这是商人。昨日行动间，一门阴事紧闭的，竟还有人进出。那时，我们抓内应也只看枪人，没想到，内应之中也有商人。如今伤患少了一个，那人是谁？难道又跑去联络枪人？不管是不是商人做内应，若不能赶紧找出那人加以阻止。 来晚了吗？喂，哥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？阿远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咱们那邑之所以这么贫困，就是因为商王不被上天认可，导致知识他们的咱们也受罚。那些羌人愿意帮助我们赶走这些商人，是难得的机会啊！你疯了？你没见他们放任那些妖物在咱们家园杀死多少人命？ 他们可不是来帮咱们的，是来抢劫、残害咱们的。没有牺牲哪来的成功啊？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是因为阿福死掉的关系吗？是。阿福过世了，咱们俩连好好给他料理身后之事都办不到，穷得连尊严也没有，真是可恨。这都是同着咱们的商人的错。不过， 那些羌人杀红了眼，也令我想不到。我看，在赶走那些商人前，那邑是不能待了。今晚羌人还在计划下一波袭击。阿远，你快逃吧！等那些商人都走了，哥再去接你回来。不，我要回去，与大家一同奋战。我都跟你说这么多了，你为何还要回去送死啊？ 你到底懂不懂哥哥的用心啊？哥，我死也不会背叛族人。阿远，哥哥就只说到这儿。如果你执意要唱反调也无妨，要去和他们泄露我的行踪也可以。总之，我要赶走商人的决心是不会变的。
可以。 那人就是内应，啊！忘了捉住他。别追，来不及了。好了，既然知道他们还有下一波攻击，我们赶紧回去布置，成败就在今晚。 什么也不知道，放过他吧。嗯。大人，您回来了。今晚羌人可能再度攻击，你分出一部分人保护伤患，伤势轻的先行迁移至安全所在，其他人整备以待。是。凤大哥，我可以在那一周遭装设一些陷阱，多少帮点忙。 别闹！
ici.如果那些异族人向柳他们抢在我们之前登天成功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若他们成功，武神所说的乱世将再临人间。那么，如果真有轩辕血脉、天之血脉，主掌人间权位，就不会有战事了吗？我不知道。 我只知道，血脉和这场征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真不明白，每个人不都是想守护自己的一切，但为什么却总是用毁灭别人一切的方式达成？安分守己，不一定就受到庇佑，有时只是坐以待毙。 为了不坐以待毙，就得先发制人，抢先一步迫害别人。这是多无奈的循环。能不能有一天，世人可以不继续在里头打转？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负好自己的责任。你指，是文吗？如果我当初勇敢些，是不是？ 不会有今天这些事。我不晓得选择造成的歧路，是不是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？但是，我现在不会逃避了。我要阻止他们登天，让世界重回安宁。如果木叶手上的手纹。 代表的就是他需要肩负的责任。那我身上这与之相似的手纹，不也昭示着一样的责任吗？木月，若青玉在解开与月师的误会后，能就此悔改，拒绝向柳他们登天的计划，助你返回华胥。 我愿意放下与他的恩怨。你不为族人复仇了吗？彼此相杀，就能摆脱这无限循环吗？总要有人原谅，并且真正为这人间做些积极的事。轩辕后裔，很是大方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做得到？ 到时便知。总之，木月，我会与你一起阻止向导，阻止他们毁灭人间的阴谋。放心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的，别死，我不会轻易失去性命。好吧，这是你的决定。
殿下不知羌人何时进宫，虽说昨晚伤亡惨重，但要避开战斗恐怕办不到，只能硬打。加上昨日安排的奇袭已让羌人有所防备，再施计策恐怕成效不彰，不如反其道而行，将那邑门户大开。门户大开？是，此乃欺敌，羌人战其形势，必不会从此出入。如此，我只需安排少数人在此留守，兵力可分配于其他区域。可是他们还有那种人不人兽不兽的妖物，万一他们不长眼冲了过来怎么办呢？你们有发现吗？这些异兽平时并不跟着羌人行动，似乎也不是一开始就安置在某处，而是临到战时才突然出现。想来此术尚未完备，是以羌人不敢行险轻易使用，而是等到最后关头做弃子之举，用以屠杀集魂。那只要在羌人进攻前一举捕获他们，让他们不及召唤妖物即可。司空兄弟铺设的陷阱此时便相当重要，只要明珠声响一出，我们即可抢得先机。好，那咱们就等吧。正在我料想之中，要不可棘手了。这次咱们可不能让他们来去自如。好在凤大哥设想周到，没让羌人这次来袭造成太大伤亡。那些羌人似乎是借惊元之力唤出妖物，想来应是施用某种人体合内的禁术。禀大人，羌人另有一支部队对临时医疗处所暗示偷袭，我军兵力不足，急需支援。凤哥哥，此处羌人危险已除，我们赶紧过去驰援吧。过去驰援倒是无妨，不过只怕又如昨晚一般，是调虎离山之计。要不咱们把主要兵力留下驻守，就我们几个过去看看，就算羌人真有诡计，也不至于有所闪失。如此甚好，就这么办。你们先过去，我随后跟上。
师父他要我。你没误会他的意思。是，启禀大人，甘盘大人的意思确实是如此。师父，大人，甘盘大人还有话要属下转述。说。甘盘大人说，为了商国，请大人以大局为要。我这就来。凤大哥，为什么阻止我？再等等，现在不是出手的时候。凤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凤大哥，眼前是你的子民，正在受祭魂兽屠杀，难道要等他们全死光了，才是攻击的好时机？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我的子民，但祭魂兽身上那颗珠子，如果还未启动，那无论我怎么打，都不能伤到祭魂兽分毫。这是甘盘师父查出来的用兵方法，让他运作的方式是在他面前制造死伤，使他开始吸取魂力。之前我们怎样也不能击败祭魂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们难道忘了当初我们受妖灵所困，最后是做了什么才将妖灵铲除的？竟是如此狠毒的禁术！他的术法越来越高明。你知道是什么？是，但不告诉你。想看看你想救又救不得的模样。眼前都是我的子民。受到屠杀，我难道会好过吗？但是必须再等一等。你是说我们就得眼睁睁看着？我不能眼看这些无辜的人牺牲，可是我却没有更好的法子。但若这些羌人不出，他们还是会用祭魂兽对付普通人。像这样的事只会一再发生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能任由他们送死。就算救不了全部，只要能救下一个，我也要救。有事一起救我们的千人手足。是啊，自己的家人自己不救，还等谁救？大家快上，把怪物打倒。
是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子民，我也做不到坐视不管。魂兽启动了，快是现在，动手！